希望透过这件作品可以形塑出另外一个空间，可能他平常看到的是很简单简洁路灯的一个形体，那我试图把这个所有路灯大概每一个在光点下具体的空间用光线把它交织起来，在广场上做一个类似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网络的形状，用这个网会串起整个广场人跟人的关系这件事情去把它具象化。我可能透过光线去串联起来，传达想要传达出一种很欢愉、很节庆式的氛围，在这个作品里面。